自然太极拳第二段，太极拳每一个动作、每一式、每一动都是含气机。我们这个是只能机技去分析研究。现在我开始演练第二段机技篇。
两位方位正东，注意手回来的时候不要走手，垂肘松肩，东小指松肩垂肘，他这个手不是回来了吗？逐渐的扶掌变扬掌，右手呢是扶掌抱球啊，抱球缩右腿出左腿，余步收腹股沟，落脚，这个脚尖还是冲南，一二到这儿结束，一二结束，分脚，蹬脚用七个，两个分脚，分脚一般来说，这样就分脚了。蹬脚，蹬出去，表演的时候都要蹬出，越高越好，这个没有必要高。你就是呀，打对方的迎面骨，高了打不着了，这就行了。打他迎面骨，右手是虚手，掌心向外，跟着脚，跟分脚的位置一样，就到这儿，行了。后脚是实手，大背与肩平，手指，手掌是波形掌、阳掌，这样，视线在这边。四动，一脚虚脚变，脚尖冲南变，脚尖向东。二手不要出去，手在身的周围。二脸露出来。三一脚到这儿，掌指在上面，从露脸到下面这个脸露出来，逐渐分，掌指相对，分的同时脚起来，这个右探马跟左探马一样两动，这还是余步，脚下来以后视线回来看手，右手引动，看左手指稍往余位走，从余位，从这个余位到这个余位，这之间
松右脚，走垮，不要走腰。转垮。这跟这个左分脚右分脚两个都是一样的，也是淤布。塌下的时候呢，注意要松肩垂肘，这个要手心朝外，松肩垂肘到膝这儿，不要这么看，也不要有很多人坐就出去了这么走，不是，到这儿，掌心向外倒下去，掌心这么贴着身子上来，这是第二动。三动一样。分脚，这个分脚我要说一下，有高架、低架、中架。我现在做的这个是老人架，这个老人架你不要搞得很低，因为老人一般脚底下不是很利落，能够蹬起来就行了。收脚有两个方法，我先做第一个方法，到这儿分完了以后，这个脚回来转，转过去，脚提着转，这个呢一般人转不了，这个地毯也不好转，提着脚看这样转过去，转脚后跟，转过来还是这样。我们年龄大的人呢，在蹬完以后呢，蹬完以后，蹬完以后回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是往西蹬脚结束。转身蹬脚落到这儿，一二六动，舒展虚勾到耳际，一松到顶，上步，收右脚，右腿落左脚，立掌，第五动，变锤，上步，松右腿，落左脚，再锤。再锤要直下去，这个二指往上一点，
这个起的时候，栽的时候，栽锤的时候，注意不要猫腰，猫腰一推就倒了，要收腹沟，这收后面推不动，千万不要猫腰，猫腰一碰就出去。起时走弧线，走外弧，左左步，面东，从面西到面东，六蹬脚六动，这个呢，收右脚，左手，右手垂立，右手在拳眼上，一松，垂肘，转过来，变成阳掌，垂在上面，上步，上步，松右脚，收腹沟，落步，拳变掌。这个打虎式啊，它这个方向都是几个变动，都到南、东南到正北几个方向，有两个打虎式，这个呢不太吃功夫，但是呢有点不好做。为什么不好做？一用力容易出力，过膝盖，这时候看不要没腰，身呢要正，这个是扣脚的，你的脚呢要适量的大一点，看到这儿，过腿，一过腿，虚腿，虚腿，现在脚还不动，从淤位过去，这个锤呢，拳心冲外，这个呢，拳眼冲上，拳心冲里，到这儿，做好了以后，往东北摆头看，扣脚，再走，转，脚尖着地，刚开始脚后跟着地，这样小一点了，这一个是开脚的，
向东北看，开角。这个灯角跟别的灯角一样，但它是正东的，往正东灯角。这个动作是向东的动作，蹬脚以后落脚，落脚的时候这是弓步，是往前去，中间垂肘，开脚回来，先变十勾再变拳。第二动打出去，现在我说的是脚底，有的年轻人50岁以下的朋友，他呢腿脚很利落，往外扣脚，看这叫歇步，这在前面做。你如果腿脚不是太好，你可以这样，这样方便，这样很方便，这样一般不出问题。坐步，起，往，余位蹬脚，蹬脚以后，脚尖着地，这样走左手。这个是背朝南，脸朝北，右手在前，左手在后，变掌蹬，蹬往鱼尾蹬，起左脚往鱼尾蹬，
这个斑斓锤跟第一段斑斓锤一样，上部斑斓锤就在追球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斑斓锤是抱球。这个不同的是，锤过来以后就变锤了，上部。别的动作都是一样。重试，大家注意练的是松脚到顶，松脚、松踝、松膝、松胯、松腰，肩、肘、腕、手一松到顶。第二动走下弧，大家注意，每一动都要松脚，每一动都要反复的松肩垂肘，松肩垂肘，松肩垂肘，手不着力，这个动作比较大，从正东到正西要松脚，这个动作是手动，手不动脚动。第一动注意啊，往前舒展收腹，第二动走脚双动，还走脚，右手单动开脚，左脚开脚转过来，第三动往上到淤位，到淤线上步。右脚重心坐，现在是右脚重心转右胯，右正线就是正南到东南都脚，松右腿收腹沟，落左脚立掌，注意这两脚在一条线上，这个脚呢，手也在一条线上。第三动走外弧，走外下弧，虚勾到这儿，扣脚，
在正前方扣脚。这个动作是重试，重试。你在练的时候，你要注意，往前舒展，手要直。第二动，手放在走到这里不走了，左手左背松肩垂肘正合适。这个45度要往后，45度，脚留下。手舒展走圆，一掌走在左正线，右脚落，松左脚是右脚弓步。这个动作是重试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右后脚跟要提，不提你做不了这个。这个是带动松腕，你要是这个是主动脚跟起，所以这个观念呢，这一式的要素就是做虚脚，后脚跟起自然落到这儿，开脚